日本福岛县知事向菅义伟首相提出，日本政府必须正视福岛县县民中反对核污水排海的声音。韩国济州岛水产业协同组合长协会，岛渔船船东协会，岛水产业经营人联合会等团体，近期也发表联合声明，对日方决定表示强烈谴责。济州岛政府宣布将于韩国沿海世道联合成立委员会，共同采取强硬应对方案。日方必须诚恳面对国内外这些质疑和反对，不能再继续装聋作哑。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问题，绝不是日本的家务事。核污水要是没有公害，日本为什么不自己留着？日本不应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和各国人民的健康安全置之不理，不应将该有自身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全人类。